大乱上。思思，放心吧，我是一定会到的。我也是，我一定到的。我也一定会到的。啊，到时候要记得早点到哦。那么我就先回去准备生日会的东西了。OK， 都包在我的身上 ，No problem。到时见吧。思思的生日是2月29号，等我把它记下来。今天是26号，也就是3天以后。你们买好了礼物送给思思了吗？还有3天才到，我们慢慢想吧。我们不如给思思一些惊喜吧。先别吵，我在写东西呢。还有2天就是我的生日了，准备些什么好呢？不如我们玩扔沙包吧。那不就要做沙包吗？那就麻烦冬菇你帮我做沙包，我要包礼物。沙包呀，用什么布来做好呢？小喵，让开，让一下。等等等等，明明是你的生日，为什么还要你包礼物呢？因为那天我会收到很多的礼物，所以我打算送些礼物回给他们，算是答谢咯。原来是这样，做你的朋友还挺好的嘛。你看，这个铁球是给武状元练力的，这个箱子呢是给华伦他装玩具的。那他们打开礼物一看，发现是个空盒子，那不是很没趣啊？也对哦。既然蓉蓉那么喜欢打扮，那送给她彩绳是最好的了。不过送哪条给她好呢？红色我很喜欢，但是紫色又好像好看一些哦。还说送给蓉蓉，自己又在挑来挑去。我差点忘了叫萝卜糕帮忙做甜点了。果然很紧张啊。哥哥，你说的慢一点吧，你说的那么快我都记不下来呀。我不管了，你明天一定要给我做全了。谢谢你啦。好紧张啊，好紧张啊，好紧张啊，明天一定会很好玩的。是不是要藏起来给他们一个惊喜呀？但是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应该是他们给你一个惊喜才对呀。对哦，我搞晕了。你是不是肚子饿了？那不如你先吃饭吧，好不好？不用不用，我是主人，当然要等到客人到齐了才能吃嘛。欢迎。哎，我可是最喜欢小朋友了。为了庆祝哥哥生日这个大喜的日子，微臣专门去买了份小小的礼物一起庆祝。哈哈，把它收下吧。打开来看看喜不喜欢。哇，好大的一份礼物啊。这么小怎么用啊？礼轻情意重嘛，哥哥。那就谢谢你了。思思，不如你先吃一点东西，填填肚子，好不好啊？不行，我要等他们都到了再吃。我不吃了。哥哥你要去哪里呀？搞定啦，呼哈嘿嘿嘿嘿嘿嘿。原来他们真的不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了。
格格的生日不是明天吗？肯定是他们把日子记错了。格格，格格，格格，你再去回答我呀！格格，格格，格格。格格到底去哪里了呀？这瓶东西要给谁喝呢？啊，溢出来了，溢出来了！你还说，还不快点拿东西来装着？不是，我们来中国不是为了医学交流的呢。是，不过我还是希望能找到这瓶东西的药引。嗯，其实这瓶东西到底有什么效果呢？应该可以把人潜在的本性发挥到最大，增强一个人原始欲望的心。嗯，不明白呢。我也不是太明白，刚刚做好还没有人试验过，还真的不知道实际的效果会是怎么样的。不如你来试一试吧。不行不行，试完没命的话你就没有足迹的。嗯，有道理啊，不如我自己来试一试吧。不行啊，如果我试完没命的话，你以后不就没有师傅了吗？那该怎么办呢？那么让我再想一想吧。哼，一个两个都是这样，说来了又不过来。哎，师傅，外面好像有人呢。有人就太好了。坏蛋！哎呀，哼！师傅，这个人不可以试的。为什么呀？他就是思思哥哥。我们一来这里，周围的人就叫我们小心他了。只是看背面，你怎么就知道是思思哥哥呢？难道说他真的很吓人吗？肯定是这样的吧。人不见了。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在这里说我呀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们两个是谁啊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两个呢？我们两个呢是来中国进行医学交流的。我就是他的小徒弟。小徒弟？你们有名字的吗？我们这些做小徒弟的是这样的了，对白又少，又没有专门使用的名字，那么兴师动众。思思小姐，你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开心呢，怎么一个人到处走呢？是啊，我本来就是一个人呢。我最讨厌跟别人交朋友了，一个人挺好的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么是什么让你那么讨厌朋友呢？今天明明是我的生日，但是他们全部都没有来过我的生日会，还说是好朋友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么思思小姐，你是不是真的从此以后都不再跟他们做朋友了呢？我不止不要跟他们做朋友，而且我以后都不要跟他们做朋友了。既然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他们不给你庆祝，那就由我们来给你庆祝吧。你怎么这么多对白呀你？博士啊，我们这些做小弟的都已经没什么对白了，有时为了抢戏突出一下，的确也需要稍微多说一点话的嘛。真好呢。里面的东西会发挥你的潜能跟欲望，现在你最想做的是什么？我现在最不想要朋友了。如果你现在不想要朋友的话，那么你喝了这瓶药就会更加的觉得不再需要朋友了。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师傅，大事不妙了。我也知道啊。就快到12点了，差不多到时间要去给他庆祝生日了。不如我们再给思思一些惊喜啦。那不如武状元你去扮小熊吧。嘿嘿嘿。熊，你觉得我像吗？那不如你扮外国人为他庆祝吧。啊，难道我扮外国人他会更开心点吗？12点了。现在我们是时候为他。你们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躲在这里干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我。你们是不是想合伙捉弄我呀？怎么会呢？我们可是好朋友嘛。就是嘛。哼。你们根本就不把我当成是朋友。你说什么呀？你跟我在一起玩，只不过是想告诉别人你比我漂亮，不是吗？思思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还有华伦你啊，你跟我做朋友只是想把我当成是你的玩具，随便玩来玩去，不
是吗？ 我没有啊。思思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你住口啊！你以为你假装关心我就可以了吗？你出声威喊，无非就是想攀附我们而已。你们根本就没有人想要跟我做朋友，我恨死你们了！这个蛋糕，你自称发达，头脑简单，煮东西又不好吃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们这样的人在一起做朋友。你们快点跟我走！怎么会这样呢？耶！这次你逃不掉了！小咪，你为什么扮寄居蟹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无缘无故就跑开了。昨天柔柔、华伦、武状元都没有来我的生日会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你也没有理由骂他们，骂得那么凶啊。啊？我什么时候有骂过他们了？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去跟他们道个歉会比较好一点。我为什么要道歉呢？又不是我的错，是他们不对在先的嘛。那我先出去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是不是还在想昨天的事情呢？思思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我认识他那么久，他都从来没有那个样子过。那你有什么打算呢？既然我们都准备好了礼物，那么我们就试着送给他吧。如果他肯理我们，就当作没有发生过。但是如果他还像昨天那样，那我们就继续生他的气喽。啊，你回家把礼物拿来吧，我们等一下一起送给他呀。其实我早就已经把礼物带在身边了。其实等等，我也和你一样啊。冷静一点，我们要等他过来先跟我们说话。如果他们肯过来跟我说话，那我就原谅他们了。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这样的气氛有一点怪怪的呢？是这样的啦，我们先跟他说话的话就更奇怪了，先忍住。悲凉但是又有点走音的芦苇夜深告诉我，武状元也过来了。这个武状元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呀。算了，我们跟着他一起过去吧。思思，这个是我写了好久的，你收下吧。武状元。思思。祝你生日快乐。柔柔、华伦，真的谢谢你们了。你以后都不要再骂你身边的好朋友了。啊？我骂你们？我哪里有骂你们呢？我的生日会你们都没有来，应该是你们道歉才对。我们想专门为你庆祝，是你自己捣乱搞砸了。我哪里有捣乱呢？还不承认？这份礼物我不一定要送给你。那你送给我的礼物我也不一定要接受啊。算了，他始终都不承认自己有错。思思，我真的对你好失望啊。我们走了。他跟昨晚的他区别真是太大了。他们三个冤枉我，我什么时候有骂过他们了？礼物、朋友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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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都不要！我的不破号啊！昨天他们送给我的礼物，我都没有好好认真看过呢。小咪，我的生日礼物呢？有没有看到啊？他在干什么？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奇怪呢？
都不理我了。咦，是他们几个？你们好啊！怎么，你今天又想怎么样呀？对不起，其实我是想……你找不到人跟你玩吗？你找不到人又回来找我们，哼，太迟了。不是的，我是真心的。还说真心？你做过什么？你自己最清楚了。啊，我到底做过些什么？究竟有谁可以告诉我，我到底发生些什么事了？你知不知道那本秘籍是我写的很久的？算了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自从在太医院喝了那瓶东西之后，整个人就变得奇奇怪怪的，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做了些什么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去太医院问个明白才行。师傅，怎么办好啊？千万别开门呐，假装没有人啊。这里没有人的。你有没有搞错啊你？原来没有人在啊。原来个个都是这样。唉，已经没有人想跟我做朋友了。人人都是这样。我最讨厌的就是萝卜了！我错！都不听见！你们对我不好，我也对你们不好！有人搞破坏了！有人搞破坏！抓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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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最讨厌的就是蔬菜了，我要把你们全部统统吃光！住手！思思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思思，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好恐怖啊？你刚刚简直就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一样。快点放了我吧。现在城外群情激愤，那些村民情绪激动啊，大家都不满思思格格昨天晚上的大肆破坏，不停的抗议啊。思思格格这次真的是闯出大祸了。思思，你到底有没有做过？我不知道。就只有等朕出去见一见那些村民了。各位村民，有没有吃早饭呢？对啊。各位，对于昨天晚上发生的事，我觉得好内疚，我会承担起一切责任的。那现在到底怎么办才好呢？那也只有如实地向皇上禀报这一切了。对不起啊，皇上。我们还没有找到药引做解药。你说什么？没有解药，那思思会怎么样啊？根据我们对她的观察，她白天一切都很正常，但是一到晚上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。而且白天的她呢，一点也记不起晚上曾经做过些什么，她每天遇到的事情都会影响她晚上的性格。那她今天晚上又会怎么样？由于这两天她越来越不开心，她的情绪比前两天还要更加低落，所以我害怕他今天晚上会变得更加恐怖。
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暂时都还不知道格格有什么进一步的反应，依我看呢，先把他关进天牢吧。关进天牢？思思，皇阿玛不会让你有事的，你忍耐一下。